九合一大选前，台南精准枪响，枪手十分钟内连杆两地，狂轰88枪。监视录影画面是同一个歹徒，那也是同持同一支枪支，他就快速的连续击发，把两个弹夹打完。昨天警方已经说，那个被开枪的工厂跟郭在清其实没有关系，这是不是提前在帮他们写？不会，没有关系啊。如果警方你这样讲的话，我就会严厉谴责你。郭在清就是黄伟哲的总干事，你办案可以先撇清吗？我们过去打国民党的，现在让国民党来打我们。什么时候民进党跟黑金是画上等号的？可是他们一路打，因为我们自己没办法去解释所谓88会馆跟88颗子弹。全国瞩目重大治安事件，从选前办到选后，为何就是抓不到？本周日晚间8点，台湾启示录，台南88枪枪击案特别报道。